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每天早上醒来，看到的就是你。我大哥说了，让你离简墨染远一点。别跑！小心！我之所以隐瞒身份，是因为我和你父亲的车祸有关，所以我不能，也不敢与你相认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等我找到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忘记了过去，所以我想用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和你认识，重新和你开始。所以简墨染，你还怨我吗？确实怪你隐瞒了一切，但我知道那场车祸你也是受害者，这不该怪你。与其说你害了我父亲，不如说是他选择了救你。默然，后来呢？发生了什么？后来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为了创建羽霓在找契约对象，所以我就让凯尔买通了模特经纪人，把我的档案放入其中。那绑匪呢？我知道你的计划以后，出了更高的价格，让他们将计就计。所以我以为我是不举之人，我连自己输了都不知道。其实我早就输了。无声息总是从来不分离，将我的遗忘时间慢慢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却为何，你赶紧休息吧。的偷偷的想起和那些片段回忆，总是一次次的惊喜着我。你晚安，记得开灯。不想再描绘孤寂，不想再忍耐没有你的哭泣。我曾经那些经受一世的爱苦誓言，我可以在你身边。静言，直到你想起我的那天。
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每天早上醒来，看到的就是你。我也是。